OK 啊，来 video 开啊，大家 video video everybody video video， 你看看着去啊，我们啊 OK， 所以呢，为什么他讲啊，好像这一个 skating 啊，他的 blade 为什么他要那么的薄？个平安 logam pada kasut peluncur， 为什么他要 nipis 的哦？如果他这做到薄，就是他要他吃进去的，我跟你讲，他就是要他吃进去那个冰里面咯。啊，然后给它容易滑动咯 OK，B 啊，为什么它要它薄一样？因为它要它施展很大的压力，它就是要那一个压力，你知道吗？所以它才可以砍到东西吗？是不是？这个为什么还要它大？如果是走泥浆的车啊，你知道哦，那些 four wheel drive 啊，你知道吗？可以走泥浆的，有一些车很厉害的哦，啊，可以走烂泥啊那些的。它的那个大压一定要够厚、够宽 ，big and wide wheels 啊，你看到吗 ？besar lebar 很宽大的啊。再来，这个它的铁钉是怎么的？它要它厚还是要它薄？你看它的面积啊，还要它大还是要小？怎么那个踢球的球鞋下面是铁钉来的嘞？就讲它的。铁钉就是好像高跟鞋这样，你知道吗？全部都是一个钉一个钉的，它就是要这个鞋哦插下去那个草地里面，因为它可以插下去草地，那个人就站稳一点咯，你知道吗？啊，它就不容易跌倒，因为他们要跑快，要转弯，这样是不是？所以如果还有铁钉的话，它就会插进去泥土里面啊。哦 ，OK 啊。所以那个是关系到表面之间的压力的，大家 OK。现在我们看气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什么是气压啊？小学有学的嘛哈，这个来 video 开啊 ，video video， 什么是气压？气压到底是什么来的？以前。我们还可以出门的时候啊，呵呵，去云顶，你有没有带零食上去云顶嘞？大家，你把零食带上云顶啊 ，OK， 它会怎样？这个是什么啊？cheese ring， 零食 ，cheese ring， 你知道 cheese ring 吗？哈，马来西亚人最爱的零食，在英国可以卖很贵的嘞，你知道吗？它叫 cheesy ring 还是什么啦，其实我不懂它的名字啊。戴上云顶它会怎样？去云顶高原啊，来大家看改一下，戴上云顶它会怎样？还是很久没有去哦，很久没有出门了，没有概念了，完全 Bosco 你的线好了吗？如何？所以临时这样啊，紫橙来的上这个 DD7 也不是，这是配配来的。诶，紫橙没有进到回来。大家，我们把这个戴上云顶，它会怎样？有印象吗？零食啊，戴上云顶，它会怎样？它会膨胀。嗯，其实你是在考虑到底是膨胀还是收缩罢了，是吗？它会膨胀啊，你戴上云顶啊。OK， 原因是这样的。OK， 里面装的呢是我们这里啊，你看我的背景，我们在海边哦。其实我们现在在平原啊。OK， 我们现在在平原。我要画一下高山 ，OK。现在的我们在这边平原啊，所以我带着 cheese ring。现在，当我去到云顶的时候呢，啊 ，cheese ring 膨胀了，对吗？变肥肥哦 ，OK，cheese ring 瘦的，还有 cheese ring 肥的 ，OK。所以为什么它会膨胀 ？OK， 所以它里面是这样的，这个 cheese ring 呢，包装的时候它就是在平原包装。所以里面的空气哦，就是平原的空气来的。平原就是我们低地啊的气压，它的气压跟我们平地的气压一样，哦，的气压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它又不会讲很膨胀，又不会讲很收缩啦，不会。但是上到去上面的时候，大家这里的哦，平原的空气啊是这样的啊，比较密一点点。上到很高的地方是不是没有空气啊？你看外太空，外太空是不是没有空气了？哦，越高的地方越少空气啊，所以整个地球最高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啊？
喜马拉雅山峰，对吗？ Everest， 他们要被氧气筒上去的，因为上面没有空气了的，他的空气可能降爆。哎呦，我一个意思画两粒罢了，我的空气，哦，三粒啦，三粒，很少空气了的啊！大家全世界注意啊，少空气就是气压低 ，gas pressure 啊 low 啊，什么马来文是 the ganan gas renda。下面你看，哇，很多粒空气，虽然我们看不到啦，但是我们知道空气比较多，对不对？空气多就是气压高，就是那么简单。气压低就是少，气压高就是多，简单啊，这样啊，哦。所以上到去上面的时候啊，这个包装里面啊是这样的嘞，它里面是很多空气的，其实，所以那空气会急着要出来啊，永远永远啊，你就要记得啊，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啊，压力会从高推去低的地方的。所以呢，当我们上到上面的时候啊，里面很多，对不对？那个空气里面是平原的空气比较多，外面很少啊，这样两三粒罢了。高气压高的地方就会推去气压低的地方，哎哎，它就这样推了，往外推，往外推，往外推，你就看到往外推推推，你就看到它膨胀了啦，就是这样简单，明白吗？大家，这个就是气压，气压就是呢空气的粒子打在表面上，所以很多粒空气就气压高，很少空气就气压低，就是这样吧，明白吗？所以这个原理啊，叫 kinetic theory of gas， 你要把它写下来，挂乎起来啊。还有哦，整句啊 states that air molecules always move about freely and collide with the walls of its container， 把这一个东西降降降三个星指数，马来文也是一样，把那个 dg 降化起来，非常重要。他会问你啊啊 theory kinetic gas 是什么，你要写这一句，马来文的应该有看到，对不对？ theory kinetic gas 是什么，把它写下来，挂乎起来啊，跟自己讲重要啊，放三个星。 OK， 他是讲呢，什么是 theory kinetic gas， 这个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讲什么呢？他讲空气的粒子是一直都在动的啊，一直，然后它是自由移动，然后它一直撞在它的墙上，撞撞啊，你 feel 到吗？来，大家现在全部人看你盖住眼睛听我声音，然后你 feel 一下，不要动， feel 一下你身边的空气有没有撞在你的皮肤上。你 feel 到feel 不到啦，其实我在讲废话啦啊，当然是 feel 不到，因为我们的表皮已经习惯了那个空气，所以你没有感觉了的， OK。 但是那个空气的粒子确实一直撞在你的身上的啊，知道吗？知道讲过吗？套套 OK， 它会这样撞，它真的是撞它的，撞了弹，然后撞了有一粒哦，弹啊，因为空气的粒子是一直撞来撞去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空气在一个容器里面，它也是一直撞一直撞，弹来弹去，弹来弹去，弹来弹去，这样的，OK， 这个就是气压了啦啊 ，OK 啊，然后呢，它会一直往外推咯，它就是一直推在那个容器的墙壁上。OK， 我们看一看一个气压的这一个现象啊啊，如果呢，啊，这个你可以在家 try 啊，其实不过啊，那个纸皮我们有 try 过，有点难呐。OK， 那个这个卡片呢，你要用卡片，如果你用太薄的纸，有一点点难做。OK， 可以的话啊，纸张可以的，其实。但是你要怎样做呢？你的杯啊，大家，如果你要做，你要在水喉水叫什么、啊、洗手盆旁边做啊。你的杯哦，要装到满出来先那个水。你的杯啊，你要装满那个水，要装到满出来呀、啊。满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多一滴水，它都会漏出来的那种。所以你要先装到满到完先，然后你要用那一张卡片从旁边这样啊。要从旁边慢慢盖下去，不是从上面盖啊，是从旁边这样滑进去啊。也就是说呢，你的水杯的水跟卡片之间连一点空气的位置都没有，你要这样滑过去，还有水漏出来听，然后滑过去，不是这样上面盖下去啊，
是滑过去，然后你就可以倒转回来了，它不会漏出来的这个水现在。OK， 原理是这样。请问大家注意，里面啊，里面就是这里里面有没有空气现在？这里有很多水，对不对？请问这里有没有空气？有吗？它有没有空间？空气的空间这样？这边啊？没有哦 ，no， 没有啊，因为该我们讲到明了，装水装到满到出来为止，而且你的卡不要从旁边滑进去，不可以上面盖下来啊，因为就是你要排掉里面的空气，里面空气没有，就是讲气压非常低，比起外面哦，外面有没有空气？当然有啊，对吗？外面空气就比较啊不，它的气压就比较高。高会推去低的地方，推它，所以你的卡片不会掉下来的。用 A4 纸其实也是可以，不要太薄的纸啦，因为它会烂掉。就是这样吧，我们 try 过了，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做的啊。OK， 大家考虑一下这一个、啊、刚刚我们讲的东西，也就是说啊，你的 balloon 啊。如果你一不小心放掉了哦，往上飞的时候啊，当它去到高空，你的 balloon 会越来越小爆掉，还是越来越大爆掉？全世界想一下，用 tissue 也可以，不是 ？OK， 理由来讲，用 tissue 很薄的纸可以，但是在这一个活动啊，用 tissue 做不到，因为 tissue 会烂掉。OK， 大家，我们有听过、哦、balloon。当它你放掉它，还是你不小心放掉了，它就在空中飞了，对不对？去到上面呢、啊，它是会爆炸的。请问它是小到爆还是大到爆？小还是大？来，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当它去到非常非常非常高，去到飞机旁边的时候，它爆了啦。请问它是小到爆还是大到爆 ？Yes，OK、okay、啊啊，大家回答，我们收集一下先啊。说、so, 你在这边 ，OK， 上面有飞机，飞机就是很高的地方了啊。飞机要讲话，不会话。OK， 你 balloon 飞到这边的时候，请问它是小到爆炸还是大到爆炸 ？OK， 啊，还有吗？还有答案吗 ？OK， 还有吗？还有吗 ？OK， 答案。我已经画出来了，就是大到爆，因为它跟飞机有点大。如果它跟飞机真的是这样大，就有点太夸张。Sorry， 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我画不到再小了。它是大到爆炸，原因是这样的、啊。来，我要画空气了啊！来，下面的空气降多，平原的空气啦。So that means 这里是气压高的。你的 balloon 是在。地下，怎么说呢？是在地下充满空气的，对不对？所以你的 balloon 里面的气压也是高的，就跟下面一样啦。去到上面呢，空气只有这样，四粒啊，给他，没有啦，没有这样少啦，就是有空气，不很少空气，对不对？所以高空的气压低，相比之下呢，你的 balloon 的气压比较高，所以。这个 balloon 里面啊，它的空气啊会一直往外逼，哇，一直推，所以你的 balloon 会膨胀到爆炸。就是这样罢了。OK 啊，很简单啊，所以它的概念呢、啊，所谓的气压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有东西可以去测量气压的啊，这架机器呢叫 Bowden gauge，Bowden gauge 这个字读 gauge 啊，多洛 Bowden。啊，所以你可以透一个东西，比如说你透一个 balloon 啊，在旁边，你透一个这个次要的 syringe 啊 ，bichagari 在旁边也可以。然后你越压它，它的那个压力就越大了，对不对？哈、哦，这里你可以推的嘛，对不对？啊，你推啊，你看到哇，那个压力越来越大咯。所以 Bowden gauge 是用来测量气压的。OK。哈，这里呢，OK， 还一点点时间，我讲过先啊，很快的啊。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找它的关系，我们要找它们之间的关系。OK，
这个原本、哦、那么宽的空间，假设啦哈，我们在补习中心是不是有玩过啊哈？在 AM 的话，我记得我有玩过，不过我不知道你们的班有没有玩过，因为你们真正上课时间也是很哦几个月罢了，对不对？这个吃药的、啊，我在补习中心有一个的哈、哦，我有给哇，我有拿出来玩过的，好像他我们有试过做这个实验啊，也不是实验，就玩罢了啦。拉开它，拉到十那边 ，OK， 然后用拇指顶住前面，用拇指啊，拇指顶住前面啊 ，OK， 不会滑了。然后哦，空气可以被压缩，它可以压到最多最多，我的手已经痛了啦哈，然后已经不会再按了啊，压到三 mL， 就是这个可以进到来的，剩下三 ，OK， 你看啊，我的手会痛，代表压力很大。这个你要注意的是，如果容量大，压力会比较，气压会比较小。容量很小啊，气压就会比较大。因为原本哦，里面啊，假设有五粒空气，现在有十个 mL 的位置去装它。可是当我拇指盖着的时候，我压它了，压到这边，哇，它位置降小了哦，但是还是有五粒空气在里面，你看到吗？哇，画不到了哦。所以你看气压大吗？这样小的位置要装这样多的空气哦。位置越小，气压越高啊。明白吗？位置很多，气压就小一点咯。这是第一个。OK， 根据刚才我们所学过原理啦，粒子是一直在动的。现在想象啊，我们在煮烧它。第二个东西有啊，现在啊 ，OK， 改我们再讲它的位置。现在我们在讲放火煮它，请问里面的空气啊，一样是五粒，原本没有煮也是五粒啦，煮了还是五粒，但是很热的时候，你觉得气压高还是低？大家来，在我们 end 之前最后一个东西啊，气压高还是低呀？ Yeah， 很逻辑的这个。加热了的话，气压高还是低 ？Yes， 加热了肯定高，因为什么是气压？气压就是那个空气撞在套套身上，撞在套套身上，对不对？空气的粒子是会撞来撞去，你很热哦，它不是动更快哦，撞撞撞撞撞撞撞更快哦，所以热的话，气压高，很逻辑的。冷的话，气压就低，其他的东西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啦。大家先记得这些原理先 ，OK？ 拜，下堂课见。